坐，快坐，快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快坐。哎，好，受累了啊。哎呀，好久没看见这么些个起哄的人了啊，好开心啊！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我是郭德纲。再来一个，再来十个，我也是郭德纲啊。所谓的定场诗啊，其实就是压一压耳音，过去茶馆用得上，因为大伙儿跟这儿喝茶聊天嗑瓜子儿，先生一摔木头说几句话，大伙儿就不说了，听他的了。现在这个在棚里边是不可能说您各位声音倍儿大跟这儿说，啊，一会儿保安就给你弄出去了，那时代不一样。不过在过去来说呢，说书的先生在艺人里边呢算是独树一帜啊，我们这行跟其他的不一样。你比如说唱戏的拜祖师爷啊，拜什么唐明皇啊，哎，拜这个拜那个的，说相声呢祖师爷东方朔，但唯独说书的，说书的祖师爷呢是孔圣人。所以那会儿说书的先生讲话，我们是圣人门徒，跟你们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当年说三国的时候，有些个地儿，哎，先生这桌子上还必须摆一套三国。其实呢，他说那也跟摆那也不挨着，但说着说着呢，还拿过来看两篇儿，然后说书的，哎，这做派这姿态都得摆匀了，底下观众踏实。那你看他有书啊，有书啊，啊，好多先生到某地去，不了解当地的习俗，说书这桌上不摆书。当地人不认可，觉得你瞎说，啊，就得跟道具似的摆上，用不用的，哎，来场片儿。哎，现在你真摆上这个，你也让人笑话，也不合适啊。这么多年来，说书这个行业是越来越难干了，信息量现在越来越大，人人都是自媒体，谁都有手机，想问点什么，上网一搜就知道了。过去那完全得听说书先生的。他说什么是什么，而且那说的活灵活现，你不信不行啊。但是现在不好骗了啊，现在观众都学坏了，你还讲理不讲理你们啊？但是挺好啊，不会再回到当年那么兴盛的时候了。过去这一趟街上可能有20家书馆，多少个说书的，以后可能不太会有这种情况了。但是这行呢，它也灭不了，啊，就希望它好呗，因为它其实卖的是演员自身的魅力。同样的事情从这个人的嘴里说出来，可能就不太一样，啊，这个就拼的是个人的知识储备量，嗯，有人说说书比说相声就雅致一点，这东西怎么说呢？哈，其实，从娱乐角度来说也谈不到雅不雅的，这都两回事儿。有人过分要追求这个，你雅，你雅到头也就是昆曲吧，昆曲那是真雅啊。我不知您哪位喜欢昆曲啊，那昆曲不是一般人欣赏得了的，那每句唱词里边都是典故，那前清的时候那举子们那个念书的人都抱着康熙字典听，他每一句都典故，你听不明白那还了得。当年昆曲那也是由于朱元璋一句话才引起来大伙儿对昆曲的重视嘛。啊，朱元璋大明朝一建立了，哎，朱元璋这个皇上其实挺有特点，嗯，他跟其他皇上不一样。有一天他问一个老头，这老头叫周寿仪啊，就是昆山人，上海边上昆山人。这皇上跟他聊天，闻昆山腔甚佳，而亦能欧否？听人说你们那昆山那儿的小曲小调挺好听的，你也能唱吗？就这么句话，闻昆山腔甚佳，而亦能欧否？欧就是唱啊，你也能唱吗？就这么一句话，给天下的艺人带来了生机。哟呼，皇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说明是要大力的推广昆山腔了。
于是连文人、当年的编剧、官员、秀才、老百姓里边有点水平的、有点文化的，这个觉得商机无限，属于我的机会到了。因为皇上问了一句昆山腔，大批的人投入进来，咱们写剧本吧。万一写完剧本，皇上再问咱们呢？咱们编曲子吧，咱们排戏吧。他就是由于朱元璋的一句话，整个的社会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觉得机会来了，大伙儿一起研究昆曲，才把昆曲创造出来。上有所好，下必啊，也就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再比如说，人家朱元璋问我闻太平歌词甚佳而亦能欧否，咱也得说能欧能欧，忒能欧了。所以天下的事你听着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，很简单，道理很朴素啊。你干我们这行你就得琢磨透了呗。其实天下事也都跟评书是一样，不管什么事情说到根儿也就是一个故事，而且历朝历代好多故事它翻来调去就这点事儿，换个男一号啊，换个主人公，换个发生的地点，可能有一不同的结尾，也就是如此啊。闲话少说，干点正事儿吧，好吧。哎，我就不该啊给你们说这句话，我一说这我就知道他们得高兴坏了啊，是不是就等这句呢？咱们当务之急，咱们得先解救一下丁建阳同学。这个丁原、丁建阳、丁先生啊，现在生命受到了冲击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虎贲中郎将李肃面见吕奉先，要聊一聊接下来的宏图大事。啊，有人说干嘛愣了一下呢？还想聊刚才那闲板儿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一看这个表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又觉得怪对不起平台的。有机会好不好啊？有机会跟你们聊闲天聊闲板，但是你说那个闲板，你说有用没用？有。哎，这个闻得闲板甚佳而亦能欧否？善哉善哉。我刚才一想这，我就想乐啊。朱元璋什么时候问太平歌词了？亦能欧否？能欧，嗯，忒能欧了。这个吕布啊，要不然说这个后世对他的评价不高，确实这个人品有问题啊。一瞧见赤兔马，瞧见玉带，瞧见黄金，瞧见这些摆着跟前的金银财宝，眼珠子一亮，马上就忘了这个丁原对他的好。就算不好，可有一点，你管人家叫爸爸呀，对不对？这个称呼他不是个老同志，对吧？二大爷啊，三叔、五舅，他不是这个呀，你是管人叫义父，出来进去的，人家管你叫儿子，你这个关系就不是一般的。虽说没有血脉，但是状态摆在那儿，你们是亲人呢，你怎么能见利忘义呢？这是吕布这个人的大不该，所以说万古千秋，没有人说他好。到后来所干的这些事儿，三姓家奴啊，如何如何的，他都是有原因的。当然了，这个玩意儿你要拿现在的角度来看呢，你所有的人都是如此。人活一世，在社会上混，首先人都是需要一个安全保障。第一步的安全保障呢，我得吃饭，我需要干净的水，外边下雨了我得在屋里躺着，哎，地上呢就不如床上好，我有张床了，我还得有个褥子，有褥子就得有被，有被子我得来个枕头啊，我这能躺得好，这可能是最早的需求。这个过去之后呢，他可能有更高一部分的期待，我需要有一份工作，我一天挣多少钱，我得买馒头、买饼、买咸菜。再之后呢，我不能光吃咸菜，我得好有肉。当他能吃得饱、喝得足之后呢，他就有更高的需求，他需要比如说情感上的支持，需要人尊重我，那你们得拿我当回事儿，我得如何如何的。他随着这个位置的变化，他是不断调整。所以之前你说丁原给他也好，他是对他有激励的，那他是有激励的。但是呢，这边就怕比，你这是丁原，你这是董卓，
你所付出的东西，提供的这些个，你不如董卓给的这个激励大，所以你注定你是要失败的，这也是事实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啊。但是这说到这儿，咱们就说还是得讲良心呢。问题是天大的激励，你这里有人情在这儿呢，啊，有句老话嘛，你可以不害人，那枪口可以抬高一寸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当时出了那个情况下，我们没有，我们都得一块儿就动手得打他啊。人家就有打得轻的呀，对吧？人家就有少打两下的，怎么你就得往眼珠子上抠呢？对不对？那就是品性的问题，这个解释是不管用的。今天一瞧这满桌子东西，吕布是心花怒放，说恨我无有捐爱之功，报效无门。捐爱，涓涓流水，尘埃，啊，尘埃那土那么点儿，流水就这么一滴的，这么点儿的功劳我都没有，我怎么好意思到人家董卓那儿去投奔呢？啊，说了这么句话，这就是互相给台阶儿。那李肃呢，人家是干这个来的，对吧？奉先，是你这样的大英雄，岂能甘居人下？这话损了，我可没说让你干嘛，但是我把这事儿摆在前面，你这么大能耐了啊，你天天你让他指使着你，这样替你不值。吕奉先点点头，那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好，奈何寸功未立，兄台，你看我现如今，奉先，事不宜迟。这个聪明人说事儿啊，不用说的那么细致，啊，都说明白，那是流氓打架。这事儿怎么办？喊您抓紧，这就明白了。我想把他弄死，你看我从哪儿捅这一刀呢？我认为你把小刀磨得快快的，揪着脑袋刺儿去。那这俩搁在一块儿，两毛钱一斤。明白人说话可不就一个眼神的事儿呗，对吧？一说这就明白了。好，吕布站起来深搭一躬，兄台，此番报效董公全在兄台，那意思我办完了你得给我搭这桥。好好好好好，静候佳音。那就不用再说别的了，我回去等你的信儿，你该干嘛干嘛呗，啊，这就走了。这就是谈生意，有买方有卖方，谈得合适了就拉倒了。当然倒霉的是丁原呢，天很晚了，丁原坐在屋里边看书啊，喝酒，正琢磨下一步呢。你跟董卓闹成这个样子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？就这会儿功夫，一挑这帘子，又打外头吕布进来了，往里一走，人是有第六感的。好多时候真的，各位啊，咱们不是说封建迷信，有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这怎么这么害怕呢，或者怎样呢，它必有原因。这不是单纯一句说这人迷信就能解决了的。人对这个宇宙的了解最多到5%啊，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，只能说咱们现在咱明白不了。但是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生命，其实您细琢磨吧，好些个事情真是说不明白，说不透。但是今天这一进来，丁建阳觉得莫名其妙的，觉得不对劲儿。他这个想法是对的，这个感受也是正确的。把手里的书放下，这一抬头，吾儿奉先。吾儿奉先，我儿子奉先，就这四个字儿啊，后来大伙儿也都用。你看，啊，后来他就，董卓不也这么说吗？吾儿奉先何在啊？你这玩意儿就占人便宜啊！这俩叫人儿子都让人弄死了，所以说伦理包袱有时候不好。容易出事儿。叫叫就翻脸了，啊，喊着喊着就不乐意了，啊，吾儿奉先啊，这一说这个，
意思黑天半夜你干嘛来了？吕布这眼眉就往起来了，呔，哪个是你子？没有这么不讲理的，对吧？刚才吃饭的时候俩还说了哈，爸爸你晚安睡觉吧啊，这一会儿再进来，谁是你儿子？你这个玩意儿就没法交往了，不能够再继续愉快的玩耍下去。原文上说这个地方也很简单，我们也不能把它敷衍的多么的复杂。你要说武侠小说公案呐、什么男女感情的评书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多做文章，但是这个三国志也有，三国演义也有，咱们不能玩了命的给人去铺垫啊，也没有意义。很简单，就是吕布把刀掏出来走上前，咔巴拉叉就把丁建阳的人头砍下来了，就这么快。为什么快呢？折自己的尴尬。欢迎各位，你说此时此刻还能有什么可说的，对吧？跟你商量点事儿，我现在不要脸了，我把你宰了，然后我上那儿去，我要当官了，你有什么可说的，对吧？丁建阳肯定得问他啊，为什么当初你怎么认我当的干爹，这些年我对你好不好，不能让你说出这个话来呀，你说得出口我就下不去手了，不能等你说，所以上来咔就把脑袋切下来了，死尸倒地。吕布攥着这脑袋往外就走，得跟大伙有一个交代。呔，这呔是喊一声，各位请注意啊，呔，丁原不仁。丁原不仁，他这人不仁不义，这就叫诈骗了，对吧？但是总得给自己有一借口啊，他不能拿着出来我错了，你错了你给他安上去，对不对？丁原不仁啊，我已经把他杀了，满营将官愿意跟着我的留下来，不愿意的自行遣散。原文上说大概走了一半，就是原来丁部队的人，因为有的人也瞧不惯你哪一哪儿，你们打起来爷俩动刀脑袋瓜子就切下来了，是吧？跟着下去没有前途，现在说允许我们走那拉倒了，回家种地去了。所以说呢就走了一半，剩下一半吕布归着归着带着他们就投奔了董卓。这一见董卓，董卓乐得都不行了，高兴啊，朝思夜盼啊，这个美英雄现在是我的人了。吕布也做得很漂亮，那头就拜啊，就撩衣裳就磕头，紧跟着认干爹。这玩意儿急不急？这脆上啊，这不能耽误别人认了怎么办，是不是啊？那头就拜认义父。哎呦，董卓高兴啊，哈哈哈哈，你看闭门家中坐，天上掉下儿子来啊。啊，也不哪儿听这么两句俗语啊，上前就搀起来了，怎么看怎么爱，当下封为中郎将，啊，又封为都亭侯。你看这个就是，激励需求的问题了。在丁原那儿，这个吕布是秘书，正式的身份是主簿。这个也有丁原的不是，主簿，文职官员，他这么大的一个英雄。武将马上部下这么大能耐，当主簿就是类似师爷啊，师爷呀，秘书是干这个活的，而且呢出征打仗还得指着他。这个天长日久，吕布心里边他不平衡，心里难受，所以说这也是丁原的一个不慎。那么到这儿封了侯了，你这两个差距太大呀，对吧？你头两天还在天桥街上说书呢，转天哪那非洲是他的了，你说这玩意儿啊，那么大草原哪儿都能说啊，谁听啊？那呵，打这儿起
最开心的人就是董卓。董卓觉得自己现在啊要给自个儿写评语的话，那就是如虎添翼，四柄沾麻。前半句是老的，后半句是我编的。如虎添翼，大老虎长翅膀飞起来咬人，四饼沾麻，那你想啊，饼上沾着芝麻，那不得又酥又脆吗？太棒了，走道都横着一样啊，谁能把我怎样，太厉害了。而且呢给自己加了一些个荣誉。什么叫荣誉？第一，入朝不屈。我不知您哪位熟这个啊，屈小跑，这个文武群臣上殿的时候要屈步，说你跟六街似的这么走不允许，那是犯罪。一说皇上那儿登殿了，咱们得去撩着自己这官服稍微毛着点腰，哎，小跑往前这么跑，这叫屈步。所有的官员都得如此，但是到他这儿了，自个儿加封自己入朝不屈。我逛街什么样，在你这儿就是什么样，大摇大摆啊，就这么溜达着，剑履上殿。剑呢，挎着剑，履是鞋。你多大的官，多高的身份，上金殿，身上这个武器你得摘下来，身边不能带寸铁啊。说我战功赫赫，我是皇上他大爷，不管用啊，都摘下来，履鞋得脱了，就得功高盖世的那个主顶多给你留双袜子，基本上头上殿都得光脚。皇上这铺着红毯子呢，红毡子，就是你那个鞋底不能蹭到毡子上，就打大殿外边往里一走，个个的光着脚撩着衣服往里边小跑，对皇权的尊重董卓没有。到哪儿去挎着大宝剑，在金銮殿上，当然了也没有说带着剑上金殿就能刺王杀驾，那么些个武士呢啊。不过你能带着剑上殿，那就说明皇上拿你当亲人啊。脱鞋没有啊，哪怕外边踩完了雨插完了泥，人家上金殿也是哭嚓哭嚓的就来了，看来鞋里边有水啊，还得哭嚓哭嚓的。身份吗？还有两点不明。什么叫不明呢？不提名字。第一是诏书不明，第二是赞拜不明。诏书啊，圣旨下来了啊，比如说皇上出圣旨叫高峰上殿啊，著名相声演员啊，一队传笛，德云社总教习高峰上殿啊，就都得提。但是如果说诏书不明的话，那么就没有后边这高峰俩字，就光是提身份，总教习一队传笛啊，谁谁见驾，不用提高峰俩字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在金殿上提你的名字，就说明你跟皇上是天壤之别，不提你的名字，说明您这身份跟皇上是平起平坐。这是多大的荣誉啊，对吧？一个是诏书不明，一个就是赞拜不明。赞拜就是在金殿上啊，大丞相张三跪，你得跪。现在不用提这张三了，就大丞相见驾。这从古至今历朝历代就这四样，这四样是最高的荣誉啊。我算了一下，我也翻翻资料，反正是封建社会吧，就这四样集得一身的啊。因为这也不一样，有的就是占一样，有的占两样，就这四样全齐的就一个人，就是北宋有一位王爷叫赵元衍。
山前住个颜渊眼，山后住个颜渊眼啊，那个不是那人，叫赵元眼啊，他就是咱们原型，说是北宋有一八贤王，啊，就是他的原型，哎，就这位王爷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上下啊，就多少千年来，您翻历史，只有他老人家一个人，就这四样占齐了，其他的没有。但董卓这个不是皇上给的，是他自个儿设计的，对吧？你他设计，我要在金殿上跳街舞，那也没办法，对吧？权倾朝野啊，小皇上是个摆设，所以这么一来，朝里边从上到下，人人心中不忿，但是呢，没人敢说话。此时此刻，董卓要干的就是一件事情，废帝。他就看着皇上别扭。14岁的少帝刘辩，他老憋着把他鼓弄下去。这天呢，大宴群臣，文武群臣都来了，得吃饭呢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净吃串了啊。哎，凉啤酒、花生、毛豆都摆上，坐在这儿啊。一吃一喝，吃饭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说事儿。咱现在也是，你说那，咱明儿有一饭局啊，一块吃一定有原因。当然，除了那些个专业吃饭的人家，就为喝酒那是另一回事儿。大部分人的饭局都是有一个目的，不定为谈什么啊。酒席宴前，董卓把这茬又抻出来了，啊。我观当今天子软弱无德，你这个玩意儿就不是大臣说的话呀。软弱无德怎么叫软弱无德了呢？对吧？欲废帝改封弘农王，他都给设计好了，我准备让他不当皇上了，我觉得封他个王爷吧，叫弘农王，弘扬农业的一个王，字儿还真是那个字儿，弘扬的弘啊，农业的农，弘农王，我觉得让他干这个挺好，别当皇上了，以后没事种种地，背背节气歌，啊，也挺好。这其实啊，已经快不拿这个过场当回事儿了。嗯，这么一说，刚才大伙儿挺高兴的，撸串的、包花生的、喝啤酒的啊，全杀了。啊，瓶子也撂下，串也搁下了啊！这说的他们跟街上开会似的。啊，有不同意的吗？有，啊，能没有吗？就在这边，站起一位来，董卓，敢喊名字，皇上都不敢喊名字，他敢喊名字，啊！当今天子哪里无德了？你口口声声废帝，莫非你有反心耶？但你得说出来，皇上哪儿不好？你天天就这出，就憋着说废了皇上，你是不是想造反？说这么句话，文武群臣都佩服。就这个状态下，这个环境下，有人敢说这个话，就不是一般人。大伙都看哦，果不其然，还得是他。谁呀？袁绍袁本初。听过前几回书的您对袁绍是有些个印象了啊，所以他说这个话说得出来啊，站起来说这话。董卓，别说董卓了啊，你换我搁在那儿，这脸上也不好看呢，正露脸的时候是吧？让人站出来，当当当怼着两句，一伸手，苍啷啷，由打肋下就把宝剑抻出来了。袁本初，这个人要是一喊大名儿，就是要出事了。你回去琢磨琢磨，你爸你妈要说你的时候是吧？你想这道理去呗，是吧？
哎，平时怎么都行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闺女啊，呵，宝贝儿啊，你这你那个都行。他多的一喊大名，你准惹祸了，他要翻脸了，对不对啊？冤喷出，拿手一指这宝剑，难道说你以为我的宝剑不利吗？这我这不快吗？对吧？袁绍乐了，把自个儿的剑抻出来了，让你尝尝是你的力还是我的力。你没有我力，我得比你的力。你的力没有我的力的力啊。有人说这是朝堂上吗？这俩说相声的练绕口令呢啊。两个人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拿着宝剑往前走，眼睁睁这就要血溅。